市售的不一样哦。领口有做这种拉高的设计，拉到最高的地方啊，就可以为我们脸部做一个防晒的效果。这件布料的弹性好又轻薄之外啊，穿着活动也非常的方便。它还有做防泼水的功效，所以如果你们穿着遇到一点小雨的话都是 OK 的。我们有做这种手套的设计，需要的话就可以把它拉出来，这样子就不用怕会晒出色差咯。那我们中间还有做一个小孔的设计，不只可以散热，还方便随时看手表。像是胸口跟背后比较容易闷热流汗的地方，我们也有做这种透气孔的设计。那里面有做这一种网眼的布料，这些啊都是可以加强散热功效的哦。它里面外面都有附口袋，那外面的口袋啊也有拉链，放东西在里面就不用担心它会掉出来。像我自己现在有通勤或者是做户外的运动，都很喜欢穿它。那这件总共有7个颜色、5个尺寸，男女生穿都很适合。我的身高是158公分，43公斤，穿的是 S 号。